Radio iWeb 最小光的听众跟来电二十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徐天。端午节呢，大家吃粽子的时候最好是配一杯热茶，让糯米比较好消化。在这里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哦！好。天灵，妈，你看端午节的粽子多么有心啊！介绍一下嘛。好啊，这两颗，这两颗是那个喜来登的粽子。喜来登，喜来登的咸粽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材料还蛮 OK 的。那这两个呢，是就是这四颗都是咸粽，然后那其另外两颗是彰化的明道大学的餐饮科的老师帮我来送的，所以是独家的，对不 对？然后那就是很平时的台湾粽，但是还蛮好吃的，就是以今年的水平来说，它是好的。还有两个造型超特别的，然后这两个我就不知道了，可能是什么顶仙101送的，然后因为我妈都把它打乱了。这荷叶粽看起来很美，荷叶粽也不知道是哪一个饭店。你有吃过吗？还没，还没。那你今年吃了多少粽子啊？大概五颗吧。就觉得你的额度够了，对不对？对 对, 对，不能再吃了。对对 对, 对。好，谢啦，祝大家端午节快乐！端午节快乐！